今天为什么会报名参加我们节目呢？因为得不到男朋友秋天的第一杯奶茶。秋天第一杯奶茶。也想得到男朋友冬天的第一个拥抱。因为太久没谈恋爱了，喜欢跟兄弟去打球，然后他们都会带他们的女朋友，我也蛮羡慕的。我今天给你安排的女生有点不一样哦。那我还蛮期待的。Hello， 你是今天节目组安排的小哥哥吗？对，是我。你觉得你在生活中能够吸引人的发光点是什么呢？应该是篮球吧。我觉得打篮球的男生很酷，而且篮球打得好，很受女生欢迎。那如果有了女朋友之后，你会把时间花在女朋友身上还是篮球上面呢？当然是女朋友啦，篮球只是我一个兴趣点而已。你第一眼看男孩子你会看在哪里？我觉得衣品吧，因为一个男生穿衣服的风格可以决定他的性格和气场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孩子？外表看起来干净一点的，性格幽默一点。懂了懂了。我觉得声音很好听。戴上这个面具，然后去人群当中找跟你戴同样面具的女孩。微笑再美再甜，不是你的都不特别。家里面有养宠物吗？有两只蓝猫。在女朋友你和蓝猫三个人当中，还有一个家庭里的是什么？当然是女朋友，然后再是蓝猫，然后再是我了。非常的透彻。如果说今天的男生不是你喜欢的类型怎么办？上次看到你们节目上不是有一对红蓝 CP 上分线成功了吗？我就是看了那一期节目才来的。今天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也上红蓝 CP 上找一个。你也找一个？那你有下载红蓝 CP 吗？上了一个，跟其他 APP 不一样，上面还有很多小游戏。是这样的，因为要相互喜欢才能匹配嘛，上面的游戏就是匹配之后增进两个亲密互动的，还是蛮靠谱的。我叫我们摄影师当时就下了一个，现在脱单了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？这我还不知道，都找了一圈了，有没有看到戴面具？要提示的话，有一个游戏挑战，五个有你前做做的，不是吧？我们来第一个。微笑再美再甜，不是你的都不特别。叫我小杨就好了。好，我叫你吃的好。说一下你们见到彼此第一眼什么感觉？因为我看看女孩子，首先可能会看扣子哈。那我对扣子。所以我当时觉得她比较御姐风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口红色号。那你知道我口红色号是什么颜色吗？你给我讲一下。那女生，你第一眼见到这男生，觉得他怎么样？酷酷的，身材挺好的。哎，你觉得他的口红色号是什么色号？这个应该是纯天然的色号。口水。口水。无聊的时候会干一些什么？喜欢打游戏吗？我也喜欢，超喜欢。下次带我上排位。好，那我们来玩个游戏吧，一分钟内抓娃娃，抓几个？那那要女生来，要不给钱？你给钱？你投币我来抓。好，投币浪费了3秒钟。啊！好，来，来赌一把。哦，小猫钓鱼，三心二意。赶紧，最后还有10秒钟啊！最，不要接受惩罚哦，感受一下指压板上的人生啊！害怕吗？我跳绳应该还是可以的。好，我们一、二、三，一身黑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哇，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，九、十。好嘞，要不要送我一个？痛不痛？痛啊！那为什么你面不改色？因为爱。如果你愿意跟对方继续发展的话，就转身。三、二、一。微笑再美再甜，不是你的都不特别。公主抱。微笑再美再甜，不是你的。都不特别